棒球小球队啊，招生的非常牛啊，队伍呀，缺人才呀，都什么呀？没有什么，没有棒球什么什么棒球的棒球，五个兴趣，棒球。大师，不是你画的。哎，你怎么把海报撕下来了？还黏糊糊的。这么丑的海报，你好意思往外贴？哎，这个丑吗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丑吗？挺有艺术气息的。是吧？挺有艺术感的。现有的人力资源你不用，你非要自己来画。人力资源？我可以帮你画海报。真的啊？我也是棒球队的一员，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找我帮忙。你看怎么会有尹科这么好的人呢？行了行了，海报的事就交给他来做，你不要管了。嗯，好。人力资源，看我干嘛？